你把这个忠孝西路这个公车专用道八年没有用，马英九盖了八年没有用的，把它拆掉，几天内？三天内。你把忠孝桥拆掉，几天内？十天内，在过年期间。我看到公务局的报告，我目前跟你一样，我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最担心的是，我们如果站西路在二月之前通车的话，你会在二月把中国拆掉。中国是不能拆，中国一定会拆。中国拆了之后，几百台车来对，被安光照，被照片走光，被照片滑龙，被照主云龙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评估到底那时候会塞成怎样，我们更没有办法想象，当所有的北部、中部的人回来高雄过年的时候，中国正在拆，那个画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。请你，你敢袂使了解我咧提车物件啊？下一个，好你回应。市长，请答。你想这个林议员请教哈，那个我老忙咧行，我拢行那个户外有上侪个人哦，所以一直咧加这个林副，我包括做些专门小组的评估哦。你户外路安尼过哦，所以不管是在中华路、义民总路、义嘛，这两个会看到流量哦，因为我做这个就是像这样未来大家拢会行。所以就是周边的配套设施，我们啊，看来处理这个高架，因为高架上用啊，这个什么，这是从那个台铁啊，到铁道局的施工，这些岗位啊，一点关爱，确保工以施工建厂的时间、工期、工法多久啊，可以看来处理的啊。你这个月条件工我处理了这个是不会拆，这个请大家放心。好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整个交通流量很大，那如果要在过年前期间要做这个事情，跟台北的经验是不一样的，反而千万不要在那个时候拆。当然高雄人都已经知道未来我们要面对没有中国，未来我们要面对可能要走站西，甚至我们也希望站东赶快通，可以跟这个铁路局的它的整个建设可以再加快，看有什么方法让站东也赶快通。要不然高雄南北，我以后要进来，从左营要进来市区啊，请问起电路不出，可以起电路上班，还是铁砂厂的电路不打？这边要做出这个提醒。